我倒是挺省心的，像本的受审，都不用交代，就一个比一个安静老实。 怎么了，顾斌？我带错笔了，我每次考试用的那支笔忘带了，我得回家去取。顾斌，别紧张，一支笔不至于。至于，那支笔上有我的幸运星座图案，有它我才能考好。你快派辆车送我回去吧，不然我心里踏实不了，我又要犯失眠的毛病了。我这次肯定会考砸的。老师。 我从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家，我不习惯，我害怕，我想我也会考不好的。是啊，老师，我们大家伙儿住这儿都不习惯，我看您还是安排我们回去考试吧。没错，老师，我们要回去考。老师，我们吃不好，住不好，我们想家了。老师，还是送我们回去吧。咱们先认识认识吧，我的名字叫克劳沃伦，我做过3年的老师，也就是在你们中国，在甘肃甘南马坡乡，我那些马坡乡的学生给我起了一个中文的外号，叫杨玉。杨玉，你们知道杨玉什么意思吗？有人知道吗？ 那我就告诉你们，就是马坡乡的人每天每顿吃的主食，就是土豆。你看，你们现在的确是太紧张了。你们的公司注册成立好了吗？嗯，那如果成立好了。 那你们就赶紧回去选总经理和副总，准备明天爬山比赛。你不是说要考我们吗？怎么又改成爬山比赛了？考试，这是一个内容。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活动。我相信到考试的那天，你们就不会像这样那么紧张了。 离这里不远的山上，有一段残城城，我们给你们买了野炊用具、爬上用品和食物。明天爬长城比赛就开始。登长城，好哎，这个好玩啊！太好了，没错，这事靠谱，我当这个总经理，你们谁也不许跟我争啊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来我们来这考什么呢，大家玩够了再说啊。 对，说四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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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同学们，快，后边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哎，对，对对，哎，小心，小心啊！
小心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对，互相搀着点。好，好，后边跟上。主任。啊。你说这警报都暂时解除了，爬山又应凯的人在组织召开，你这忙前忙后的，你就不会享受片刻轻松吗？是，这是人家应凯组织的活动，但是咱们这些宝贝儿作何表现，我真没底儿啊！哎，后边跟上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！哎，好样，快跟上，哎、走。徐主任，丁伟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落到最后了？家丑外扬。我们也不想拉公司后腿，要不你开除我们俩吧？那哪行啊！啊，把你们开除了，咱们怎么拿第一啊？咱们是个集体。这么着，你们俩把包给我，我给你们拿着。这怎么行啊？咱们公司的食品都在你包里呢，你也够沉的了。没事，来，快拿来。主浩，要不我帮你拿一个吧？没事，不用。哎，你们加把油，快点跟上啊！好，好，好，快点！好，走，上来，加油！走，表现不错啊，老师为你鼓掌，继续努力！哎，同学们，快点，走了！加油！老师，老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跟班说，我们公司算是没戏了，我们总经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先趴下不肯走了。啊，顾斌啊，顾斌这不刚上山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说他心慌没劲走不动了，他一泄气别人都没劲了，你们快去给做做思想工作吧。这次的比赛规则是自己管自己，他趴下了，你这个副总经理干什么吃的啊？他都已经坐在地上给家里打电话，出去喊着要下山回宾馆了，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哎呦喂，旺老师，你可真是个旺旺软软。哎，一百一百，这木木不是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而着急吗？对吧，木木？就是就是。站住！听着，今后不许瞎叫，叫我抽你了。那我叫你雄鸡。你不是说你的名字起自雄鸡一唱天下白吗？哎，哥几个，你们快过来看看，这是什么？看见没有？我估计这就是那残章阁，我看也不过如此，一堆破石头而已。哎，左浩，那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已经登上长城了，对，没错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哎，嗨，我说你们别瞎费劲儿了，别争了，我们已经第一了，没戏了。就是，没错没错，我们已经胜利了，我们才是第一名呢，是不是？对，你们傻不傻呀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这是半山腰，山顶在那儿，你们踩的那是长城吗？应该是农民垒的猪圈吧。猪圈别说你们才傻呢。哎，你们家把猪圈垒山上啊？就是啊，文化，可这就是猪圈吗？对，就是猪圈。对，猪圈，猪圈，我不怕我虎一次我会变回。别闹了，不要他了，我不，哎呦，我不。顾斌，怎么回事？我不干，我要回宾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从小体格就不好，我走不动了，也实在不想走了。张老师，你还是派个人送我回去吧。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也不干了，我也要回宾馆。站！张老师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还送我回去吧。你这样一来，我这儿都没劲儿了。再说，爬这山还得爬到什么时候去啊？张老师啊，我肚子饿死了，能不能先让我们吃饭呀？张老师，你送我们回去吧。对呀，又饿又饿又饿，都给我闭嘴！
同学们，这次活动是人家英凯组织的，就是要考察你们，考察你们的全面素质。你看看，现在还不到半山腰，就哭着喊着要下山，丢人不丢人呢？张老师，顾斌他是班长，都哭着喊着要回去了，我们哪还有劲儿啊？就是啊，班长都这样了，咱们全体下山算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下山算了，下山算了，下山算了。好好好好，看我，听我说。现在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然后野炊，然后再往上爬，好吧？我不是给木木打，我找一荣问问。好了好了，谁的都别打啊！别哭，不打，你不也在着急吗？你这一上午了，转来转去的，把我脑袋都给转昏了。去了两天了，怎么也没人跟我汇报。加油！加油！放料！放料！哎，弟兄们，快点煮啊！放料！放料！开锅了吧？怎么弄啊？管他呢，往里倒不就行了吗？倒呗，倒呗，快点，快点。快点，爷爷，还没烤呢。我们今天登山来着，现在在河边烧水做饭呢。什么时候烤，我也不知道。嗯，可以打开吗？打不开。老师，老师，这些火腿肠的皮用铁丝拧着，他们公司又没给我们准备钳子，这可怎么打开呀？来，我来。这不就开了吗？一挤，哎，快动！哎，打开了！张老师，什么事？你能接下电话吗？我爷爷非要找您谈话。你爷爷找我谈话？嗯。喂，你是张老师吗？是我。你们逼古兵上山是什么意思？拉他们到荒山野岭，还要让他们自己做饭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影响了考试，这算谁的？我命令你们马上取消登山，把他们安全送回宾馆，不然的话，我要联合其他家长找你们学校要人。首长，你进来。主任。小黄，情况怎么样？好像考试计划有变，听马老师说他们今天登山去了。登山去了？哎，这几天我要的东西为什么没准备啊？这一定要要的。嗯，咱们去准备吧，别再忘了啊。好。哎，这是怎么着？有人负伤了，你先把他们送回来了。我说你给我看清楚点啊，我们这是打扫战场的，大部队早回来了。很快吗？我以为太阳下山之前你们回不来了呢。怎么样，登上长城没有？哎，长城呢，连个影都没见着，倒是看见了一段猪圈的残垣断壁。猪圈的残垣断壁？杨于荣同志，你给我听着啊，我郑重地向你建议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赶紧吧，把所有的活动都撤销吧，否则我告诉你啊，那些没考好的学生家长会把所有的账都算到你们头上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
这早上出去的时候还精神饱满的，这会儿精神饱满可得有长线，好玩这一过了全都泄了气。这不到半山腰的时候只好就地野炊，可是没有一个公司能把背的食物变成熟的放进嘴里，这倒也是其次，关键是后来许多学生家长纷纷打电话到学生手上找老师，有声讨的，有抗议的，众口一词说这样怕影响学生复习，要联合起来找学校找教委。真的，主任的建议不是极化，你的老板他也很无奈很失望，最后还是他宣布让我们下山的。那涡轮他人呢？这不他来了。说你一直在后面捡垃圾，出发之前我们跟学生交代过，让他们把垃圾分类装在袋子里边。事实上他们不光是没有分类，咱们爬山来的路上草里面树后面全都是他们偷偷扔的垃圾。张老师，也许你对理科班的认识是对的，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组织这些。明天让学生们复习休整一天，后天考试，好吧？林磊，你小子够有种的呀！啊，现在敢高声的告英凯公司那儿了，我就知道你还没有尝够我的拳头厉害。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不给我说明白，我就让你真的变成残废。左浩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？昨天老师刚刚表扬完你，今天就在这生事儿啊？我看你再敢胡来！我胡来？哎，我是在为同学们伸张正义。要是没有他那个理科班目睹之坏现状，我们能在这受这份罪吗？啊，我们能有这个过关考试吗？他就是罪魁祸首，文章就是他写的。不是我写的，文章不是我写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告诉你，我们早就开始怀疑是你了，现在已经有人来揭发你了，知道吗？揭发？左浩，谁揭发的？你敢说出来吗？你敢吗？我怎么不敢了？昨天早晨顾斌和我们徐主任亲口说的，他是那班班长，作文又是他收的，他说呢能有假吗？顾斌，你敢肯定是顾斌吗？我当然敢肯定了。哎，你要不信你问问问问他们。林磊，我再告诉你一遍，这事儿你惹大了。我们家考试都过关了还行，谁要是考不过去准得恨死你。你等着吧，到时候有的是人来收拾你。张老师，他们说的不是真的，文章不是我写的呀。嗯，老师知道了，你别想了，回去好好温书，我去找顾明谈谈。啊，来，来，老师，来，走吧，林磊，来。干什么呢？不好好复习，跑什么呢？把你房卡给我。嗯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你不给我，我找我妈去。你站着，说，怎么回事？还跟我是死党呢？马老师给了他一份模拟卷，他就生怕被我看见，就变着法的往外支我。这一考试，人和人之间都快变成仇敌了。我烦考试，我就是烦这种熬不出头的日子。说了半天，你说谁呢？这是，还能有谁呀？
张老师，你有事儿？同学们都在议论，说那篇文章是林磊写的，而且左浩要打林磊。大家都说是你说的，有这事儿吗？胡说，我没说。真不是你说的。这样吧，我把那位同学叫来，你们对峙一下。我只是说，可能是他写的。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说这事儿呢？我随口说着玩的。说着玩的。好，好，就算你说着玩呢，你这样吧，去找林磊，赔个礼，道个歉，澄清一下，行吗？我凭什么向他道歉？又不是光我一个人怀疑他。其实这篇文章是谁写的，我心里有数。我还不是估计，我是肯定。你想让我告诉你他是谁吗？顾冰，马上要考试了，我不想影响你的情绪，但是你不能太过分。老师们对你的评价都很高，沃伦先生看了你的作文以后呢，说你是最好的学生之一了，很难得。但是你昨天的表现怎么样啊？对不起老师，我该看书了。顾冰，我知道你们班把你列为争头名的对象，你昨天哭着闹着要下山，也是为了争头名，这我能理解。但是你不能为了争头名就不管不顾，这样不好。行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的意思，你去找林磊赔个礼，道个歉，澄清一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们班不是集中讲重点吗？跑这儿干什么来了？马事发的，马老师他不让人通知我们，他要孤立我们，他要报复我们。有这事儿？不行，我找他去。哎，张老师，张老师，你可千万不要去找他呀！找了他，他更会变本加厉对付我们的。您还是看看怎么帮帮林磊吧，他都一天看不了书了。林磊，林磊，怎么回事？张老师，您不是说要找顾冰谈谈为我澄清吗？怎么没有呢？同学们都相信是我写的，有人见我就责怪我，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他们恨透这次考试，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恨我呢。你又来了，我劝你多少次了，这是你多心。不。哦，苏晨，你也在骗我。
你心里还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可能你也相信是我写的，考砸了也会怪我。林磊，不会的。会的，会的。张老师，我害怕。我一打开书，满篇都是同学们恨我的眼神。中午跟苏晨玩笔仙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，遍地的人都在追我，打我。林磊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这是自己吓唬自己，这样可不行，这样下去你会出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林磊，其实说你的人未必就相信是你写的，我想啊，他们是怕你考得比他们好才这么做的。林磊，谁写的我心里有数，这样吧，考完了以后我给你澄清，行吗？林磊，你已经15岁了，应该是个男子汉了，别这样，回去洗个热水澡，然后听听音乐，放松放松，把这事儿全忘掉，啊！来，回去吧，来，回去啊，什么事都没有啊。张老师，你真的清楚是谁写的吗？不是我写的呀。老师知道，你回去吧。苏晨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回去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，他压力大，又爱钻牛角尖儿。你这样，你跟他一块儿听听音乐，聊聊天，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啊？嗯。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好的话，及时告诉我，听见没有？嗯，去吧，没事啊。张老师，你相信笔仙吗？什么？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是自己粗心漏了题，我爸气得在痛打我呢。我不信。那你说，两个人同时一动不动地握住一支笔，笔怎么自己就会动呢？把害怕的事写在纸上面，笔就偏偏往这个方向走。不，把手给我。使劲，再使劲。你看，懂了吗？再加上你有心理暗示，这个笔肯定往你害怕的方向移动，这不很自然吗？啊？别相信这些。苏晨，你听我说，你和林磊都是好学生，肯定能考好，就是不听他们讲座照样能考好，去吧，回去啊，没事。不过张老师，我觉得这气氛实在太紧张了，就像关禁闭一样，家长担心同学使坏，老师还要报复，也难怪林磊这样子，说不定不等3天考试考完，我也就崩溃了。
林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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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没睡啊？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林雷，来睡一会儿啊，九点钟要开考了，来。不是我写的，听我话，去睡吧。苏晨，我的手怎么了？我的手鸡爪风，你看看。手机爪风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手机爪风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一会儿就能打开了啊！手机爪风，手机爪风，手机爪风就不能考试，不能考试了，我完了，我完了，哈哈，我完了，我完蛋了，林磊，徐家伟、杨俊成，我是林磊啊！你把门打开，你把门打开啊！我门将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呀！快开门啊！快开门！我们最好了，我们是好朋友。我林磊，我林，你相信我，不是我写的，我发誓，我发誓，文章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雨欣，你相信我，你最好了啊！上次还记得吗？我还帮过你呢。啊，我是林磊。文章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啊！我手机掌风了，手机掌风就不用考。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慢慢说。林磊，林磊，他今天早上起来双手抖个不停，还大喊大叫的，可能要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啊！张老师，我害怕。不怕。我害怕。不怕，孩子不怕。我要回家。回家。回家。老师带你回家好吗？不考试，不考试。不考试了，对，咱们不考了。好吗？来，蕾蕾，蕾蕾，来，跟老师走。妈妈，对对，妈妈不考，真的不考。老师带你去找妈妈，好吗？好，妈妈好，妈妈最好了。老师，他们怎么来了？他们跑来做什么？不怕，他们是同学。他们还不相信我？相信你？还不相信我？相信你？他们还在恨我。不恨你了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文章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，老师知道不是你，不是我写的呀，不是我写的呀，蕾蕾。干什么呀，孩子？没有人想打你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这只是幻觉。不，笔尖上就是这样说的，和现在一模一样。不，孩子，你冷静点，我敢保证，没有人要打你，我带你回家好吗？来。说话算话，让他们都走开。好，好，都听我的命令，全都往后撤，快！快！你看，大家都撤了，来，跟老师回家，来。老师，你别过来！再骗我，我考不了试，就失去了进入理科班的机会。
我没脸见我妈了，考不了试就回不了家了。你能回家，孩子，你妈妈在家等你呢，她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孩子。不，老师，你又在骗我。苏晨说的才是真话，爱就是债，我考不了试就还不了他的债啊。反正活着也没用了，我还不如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。那文章不是我写的。我知道不是你写的，我可以证明你的清白。老师，你就是在骗我。你说让顾斌澄清，但后来没有。你说你知道是谁写的，知道谁写还不说出来。我别动，你再敢往前一步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林磊，服了，你别动。连磊，你下来。我不。顾明，你还能保持沉默吗？连磊马上就要跳河了，还打动不了你吗？我不怀疑你写文章的动机是好的，但是你后来的所作所为，我为你感到羞耻。哎，这篇文章原来是你写的。对了，作文是你收的，只有你才有机会把文章塞到作文里。我还在奇怪呢，你这人从来不告状，我在黑板上写几个字，你当堂揭发我。现在我全明白了，你不管是揭发我还是写文章诬陷林磊，你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你怕跟我们争同名，所以你才陷害我们的，是不是？你把自己同学逼上了绝路，你还好意思走？你太卑鄙了，你的手段也太阴险了，你算什么班长啊？算什么市三好特招生啊？狗屁！我都为你感到害臊了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一头栽下去。说，哎，你再敢往下说，我就跟你去跳！哎，跳下去就跳，谁怕谁啊？这才是你要抓的罪魁祸首，这就是害咱们在这蹲禁闭的大元凶。大伙好好睁大眼睛看看啊！这就是咱们的最好班长，咱们的学习榜样，咱们的偶像。我呸，简直是呕吐对象！苏晨，林磊，同学们，老师们，正因为我是班长，我是你们心中最好的学生，正因为我没有考试特招过来，我在考好不好，考不到第一，你们从此就瞧不起我了。我心里的压力，你们没有人够能知道。我也考不了了，我也要发疯了，我不考了。
你并不是想解散理科班，而是要放弃整个项目。对，这个责任该由谁负？这跟我没关系。你看看，和你有没有关系？